帮六小只逃出下水道。啊、六小只搁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背着蛋小黄闯关，帮他逃出下水道。好好好，前方关卡看似很正常，但也只是看似。你瞅瞅。提示：不走寻常路。秒懂，这里有路我不走，逆向思维。哎，我就是玩。这里说禁止通行，我不信。来了，爬上楼梯，成功帮助蛋小黄逃出下水道。啊，死鬼！帅哥，我天，家长们，这下水道咋还被淹了？又闹哪出啊？这是？嗯。排水阀门被我关闭，想要逃出去，就找到阀门并打开它。好，这次帮的是蛋小粉。前面有水雷障碍，瞅着不难，先过去看看作者又耍什么花招。是排水阀门，但是没有开关，还得让我去找。他是来搞事哦。哎，在这里。哎，又耍我。哎，我说你还没完了是吧？给你个大嘴巴。等一下，他的背后是阀门开关。你可真会藏呀。打开阀门，水位下降，出口通道也打开了。哎呀，快走快走。看这一关，帮助的是蛋小蓝。下水道内也没瞅见任何机关，只有几只可爱的小老鼠。我来，滚出去！不可爱了，不可爱了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休想从这里过去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我还就走了，你能怎么着？嘿，滚去！我他妈来了！滚！嗨，我又来了！去你呀 ！bug， 服了服了，叔叔大哥，遇事不决，咱们就回头瞅瞅。哎，这是一扇门，有个乞丐在睡觉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猫哥吗？老鼠的天敌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但他被一根绳拴着，我来救。发现一把剪刀，就把绳子剪断。小老鼠，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！我来。这不就被吓跑了吗？咱们趁机快逃出去！溜了溜了！来到下一关，哎，身后的蛋仔呢？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别着急，我马上来。不对，我按键呢？怎么出来移动键全没了？按键在和你躲猫猫，想要救出蛋小黑，就去找到他们吧。躲猫猫，这个我擅长。哦，先去容易躲藏的垃圾堆。你看，赵雪剑这不就找到啦？拿来吧你！哎，柱子后面又发现一个，是我的跳跃键。拿来吧你！不爱。再去水下看看，笼子里是我的扑键，旁边有三个开关，没什么办法，只能靠猜。干了，兄弟们！炸！我他妈来了！偷袭！我又来了！炸！嘿，那这该咋救呀？总不能硬撞吧？还差一个滚动键，算了，不要了。三个按键足够我救下蛋小黑。拿来吧你，快走快走。素晴らしい。下一关按键全部恢复，这关的规则变成了用绳子拉着蛋小绿和蛋小红。管道挑战，小心有机关。你倒挺诚实，错综复杂的管道一瞅就不简单。干了，兄弟们！偷袭！家人们，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前面有块肥皂，直接跳过去。哎，别！那咱就硬着头皮闯。冲啊！滚出去！我又来了。滚！偷袭！我来。可算过去了。哈哈哈！你被骗了，其实出口在后面。什么？家人们，我又被耍得团团转呀，终究还是你技高一筹，我服。